集齐十二个欢乐豆，能开出信号枪吗？嗨到三线斗地主玩法，有小伙伴说他开金带时开出了信号枪。哪里？真的假的？然后我也是开了好几局，试了好多次，发现集齐十二个欢乐豆后，虽然出的都是高级物资，但还真没遇到过信号枪。不过倒是在敌人身上磨到了。我去，单枪匹马的，这又是信号枪，又是狗杂 AWM， 简直可惜。看，打下来的信号枪又是一把狗杂。接着我们来到斗地主打卡点，这里前15分钟有防雾罩的，喜欢狗粪的小伙伴可以来这里。完成打卡后还会掉落物资，物资还可以，而且每人会送一个头套，不过我建议打完卡拍完照就拆下来，不然在实战中腰射真的很影响视野。哎呦我去，打开背包就可以拆卸了。哦对了，这几天你们应该会频繁听到这个语音吧。如果你也想让队友频繁听到，可以在商城站内里找到斗地主语音包，炸弹炸得好炸得好，花60个币就可以入手了。最后问一下，你们这个领400级称号的小游戏最高拿了多少分？我用了超级加倍，中途也是接了很多个大豆子加时间，最后也才644分，有比我高的吗？小子牛逼。